都进来后 ，Q 车堂堂有 ，Go Go。你现在进去了。哎、欸，这张不错，这张不错。干嘛？拉杆熊。哦，你运气不错呢。我、哦、没有。哈哈。哎喽，拉杆熊。哦呦。哦呦，好爽哦。这边抓着真爽。哎、欸，早安。抓很爽，拉杆熊超可怜。他刚刚开局就被我秒抓。哦。哦呦，差点隔壁。被拦了，被拦了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哎呦，输哟！守好，守好，守好！喂，靠背！哎、欸，我没事，欸、要出事了！啊抓 ！F 3不是照理来说可以先买一把斧头吗？就买一把近战，然后再去买主武器。我刚刚在沙漠那张图的时候不行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改了哦，哇，难怪。开挂了！开挂了！开挂了！各位。十等一阶拿出来开始刮，当然要凶啊，店长呢？就是要凶才可以震慑住这个员工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我认真的。认真的。对啊。啊！靠背快给血了。一关。守城战。僵尸直接坐牢。哎，北七，我被卡在那边呢。想不到，我要死掉嘞！赶快死一死。我最后一关了。哎、欸，谁是谁？小叶远。哎呦！哎呦，杀小了！妈的，捡起来是没子弹的，是怎样？啊！全程屠戮者。冲人！冲人！冲到金色！哇！哎呦！好乱啊！整个画面很乱。哦，我知识分子。他僵尸在哪里？然后就死了。
大家也都是随便刮、哦。哎、欸，沙小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进来就是走漏的时间。里面还有吗？有，还有里面全部开进去。我们里面不能灭啊，当然。直接360度。他们怎么会直接把它灭了？应该有人用电锯把它。靠腰，白痴，我忘记我没有。长先者，啊，我浪费一个加六。哦，我的加六！办法。我。来哦，来哦！哎，僵尸快来哦！哎、欸，有隐身的，结果结果，你要刮比前面刮，有去前面刮，我去前面刮，那、啊、你们不要一直卡门，你们要归后面就去后面归哦。拿圣王加克。是不是有人 F1 啊？笑死，他被击飞、欸。靠飞。刮。刮。哎、欸、，F1。哎、欸、，FVV， 快逃！哎呦，他没发现我。我台，然后拉风又出事，哎，杀死我！我台，哎，好，我台。最后一关，白痴，等级还是拉不上去。我那个加六害直接害惨我了。无限刮刮刮，哎，吓我！哇胎大地，哎、欸、，OK， 别抓，有白给人 ，OK， 白给人，白给二人，白给二人，哎呦，直接被打飞。直接传死一堆，笑死！有一堆被我压死。你、欸、看，哇，炸烂！再压，谁？灭点。啊，屠戮者。
好不容易，终于换到了你啊！哎，思思念念。奇怪。怎么了？白痴哎，脸上就贴一个僵尸哦。啊，你没有无敌哦。啊。OK， 反应迟钝。刚就睡着了没？啊？睡着。刚放我抽之前，我不是睡着吗？哦。就有点迟钝了。懂了。是吧？没有报警我。啊，对，对。哦，谁啦？好可悲，自己人。我这随便刮、欸。过来，射过来，射过来。多好，多好！爱死自己。花胎大帝。哎，不是，走开好不好？这个人。哎，隐身。像那个。哦，七八零。哎呦！你讲变蛋。哎呦！哦，没有，没事，还好我这次有看仔细，差一点啊，不会再重演刚刚那一幕了。差一点，害我海林北玩了两回合还三回合才拿，今天一定要让堂堂坐牢，抽完枪还是坐牢。哦，三小啦。干嘛啦？僵尸啦！哦哟，讲什么？啊啊！讲话啊？什么烂叫话？哦，该讲那种屁话，不会讲僵尸。好妹，啊，你要想啊。当我前面你之后就不会当了、哦，你后面都不会当了、哦，对不对？哦、oh. ，好了，抱歉没。我在这一局当的最干。没关系，我还在。好。老爱，老爱，对，老爱。喂喂喂，这谁？拉杆熊哦，他怎么又有一卡？他没拉。他上一局又有一卡。嘿、hey! 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叫那么大声！多点，东北拉拉。都是我。哇烂！这怎么进化了？哎，啊，坐了，坐了，坐了。没事、哦，我帮你开自动狩猎，可以挂机。不要过来给我抓。加三。应该可以了吧？啊，为什么还差一等？靠腰嘞！掌先者一加三，对啊，三十一等啊，为什么不能拿？哦，啊，对吼，他三十二等，啊，我又在躺，完了，一局躺两次，知道我。知道我看两张，我很认真在玩哎、欸，看得出来、啊。哦，什么啦？什么？哦，我怎么是僵尸啊？因为你刚刚讲那种白痴话。啊，就抱歉没。换你坐牢了。好，换我坐牢。这个抱歉还不过来给我抓。在那边升等啊！我就已经发育不良了，还给你抓。对，我也发育不良。你也知道。干嘛？没事哦，随便他、啊。干嘛啦？这一局总该让我玩游戏了吧？很难受哎，各种加三加六，然后都失误。哎呀，上面这里不用担心啦，我会开啊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各位。你看，里面就有了。
我会帮你们开哦，不用担心哦。德拉卡。 轻松刮，切菜，刮。哎，糖糖，你最后一局是僵尸哦。你看，我就说你玩不到最后一把，就被抓了没？ 没关系哦，再接再厉。要他。哎。怎么是灰石阿谦呢？上面有僵尸，上面有僵尸。靠腰，这两个人超白烂。哇，切菜。根本就没有用到红色跟蓝色哎。 就这样一直切菜，能量很快啊，然后只要换弹就有。对啊，我就一直切啊，用最初接的再切啊。哎，这把本来可以起飞的，结果只玩到一局。哎，慢游戏。